我感謝行政長官提名，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。我定當帶領公務員隊伍，全力支持和配合行政長官的施政，同心協力，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專業的公共服務。同時在這段時間，為香港在這一場抗疫戰中作出貢獻。我1986年加入政府政務主任職系，在公務員系統工作了31年，到常任秘書長，並且在2017年辭職離開公務員隊伍，轉任政治委任官員。過去34年在政府團隊工作的經驗，讓我充分感受到社會對公務員隊伍的期望。香港公務員一直竭誠為市民服務，專業高效、廉潔公正，是維持香港有效管治和安定繁榮的中流砥柱。我會致力維護公務員隊伍的核心價值，堅守法治，秉持誠信，廉潔守法，公正客觀，政治中立，盡忠職守，專業勤奮。上任後，我會用以人為本、重新出發的態度，帶領公務員隊伍與時並進，積極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，同時會加強與各方溝通，了解和配合各部門的工作和人力需求，發揮團隊精神，服務社會。